大家好，我是友邦保险梦想大使郑云龙。11月6日，友邦保险品牌嘉年华将再次与大家见面。去年我在嘉年华的舞台上见证了许许多多的爱与感动，今年相信会有更多的感动与惊喜等着大家。哇哦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小贝托我带到现场的爱心礼物，当然我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心意，想知道是什么吗？11月6日晚8点，关注友邦保险官方微博或视频号，我们将一同开启精彩，守护健康长久好生活。